我是王瑞瑶，人在京都。其实我在2年前的时候来过京都，我对于京都的一个东西印象很深刻，其实就是拉三轮车。他们把拉三轮车的这个工作当作是非常专业。我好想坐他的车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呢？大家可以看到有多专业呢？因为呢，他们拉三轮车呢，把客人拉到这里之后，录影，就是拉到这里来的时候呢，你看他们会非常专业的帮客人拍照。有多专业，一开始我们是被他拍照的样子所吸引，才一路追 Alan 一路追才发现他们是三轮车夫，他们会选最漂亮的风景替客人拍照。台湾其实也有三轮车，你看大家看他的正面，你看他脸上还化着妆，他脸上还有修饰哦，我被这个三轮车夫深深所吸引啊。然后你看现场还有艺妓，这个你可以穿上和服也可以穿上艺妓的服装在这里拍照，这位也是三轮车夫，专业的三轮车夫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在京都。